别紧张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前方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太笨的话，可不能成为法师哦。魔法是所有智慧的终点，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。我会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。我不怕黑暗，因为我心中有光。蛰伏于黑暗，但我比谁都勇敢。太笨的话，可不能成为法师哦。我们先拿安菲尔离开，再想办法找到队长。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哇，太厉害了！帅，谁？谁在说话？谁在我的脑子里？混蛋！啊！
人类这么点甜头就上当了。威力，你想干什么？疯了吗？我命令你住手！不自量力。队长，我的头！威力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这容器我要。来日方长，我们会再见。你终于醒了，是我不好，都怪我。菲儿，这是不，那我们立刻不，菲儿，威力已经出事，我不能再让你冒险了，我会很快回来，等我，还有，相信我。你就是贝克提过的新队员吧？好的。附近的精灵菇似乎受到了什么影响，很不正常，要好好调查一下。
见了，明明昨天还在的，还怎么办啊？我这什么项链？长什么样的？就是一条水晶项链，是贝克送我的。别急，你先回忆一下，最后一次看到项链是什么？昨天小鸠可喜欢把东西藏在巢穴，我们分头去村外找，说不定有线索。这些脚印很奇怪，但大小形状跟威力的很像，似乎是往秦风村那边去了。果真，鸠可不是小偷，项链要拿给山神大人就。Thank you.
威力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威力，回答我！快来清风村，我们一定要制止威力，快！威力就在清风村，这次我们一起上，一定能把他救回来。威力，听到，威力，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命令你醒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弱小的人类，总是喜欢挑战自己遥不可及的地方。水晶真是宝贝啊，这些诡异的物一下就没了。水晶自己修复了。菲儿，我一直在等着你呢。菲儿，菲儿，我得先把菲儿送回镇里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我已经联络了法蒂斯来帮忙，他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在我被清除盾之守望后，他一直对我很照顾。圣光会再一次照耀在我们的大陆。